咁跟住落嚟呢位咧，犀利啦！阿姐嘅亲生仔啊，我梗系知啦，因为我同阿姐生嘅，唔系啩？就系剧集《华丽转身》入边啊嘛，我哋一家三口噶。咁啊，子轩咧今日咧就特别咧练咗一个 Tango 版嘅《迷人 Pink Lady》。甜心似美人儿，慢慢着杯中的酒，情深的望你，心中慢慢的醉，全为了眼前人是你，我兴奋的心只因你。望着你呼出烟圈，烟圈变幻像那飘忽浪漫的你，迷惑我最迷人是你，你是我心中甜丝丝，欣赏多美丽一次，似一抹新的意志，迷人是这淡淡甜真。覺得好嘢啊！係啊，阿姐睇完唔知覺得點咧？阿仔嚇，特別送俾你把 Tango， 覺得點啊？我覺得耳目一新，即係好新嘅 arrangement。多謝你子軒咁用心機。我頭先聽完阿子軒咧嗰首歌咧，我見到阿姐，我忽快雅興，有一首改咗詞嘅歌，想歌頌下阿姐嘅。誒，你係啊？喂，咁俾掌聲佢鼓勵下先啊！你係。明泉的光芒，为善为美闪闪发光。明泉的锋芒，怀着自信创造明天，永远自强。哇，犀利！哇，捞你越嚟越有职业水准喎，填词。因为咧真系职业咧，同埋专业，同埋我哋嘅前辈郑国江老师咧所填嘅。多謝謝老師，因為阿姐嘅關係咧，咁啊要俾阿姐嘅形象真係要完全藉住幾句歌詞能夠表達出嚟。阿姐咧通常咧係問我兩個問題嘅啫，第一個問題就係我靚唔靚？咁我每一次都同佢講，我話咧其實由六七八九十年代開始至到而家，香港人心裏心目中咩叫靚係你定義出嚟嘅，你點會唔靚啊？
即如果有看圖識字靚字上面就是汪明荃啦。汪明荃啦，其實歪文都是我的閨蜜嚟噶，我好多時都是要問佢意見的嚇，譬如呢件衫今日靚唔靚啊，嗰啲耳環襯唔襯啊，咁佢會好有即係佢有 taste 噶嘛。多謝聖鬥士 Lisa。咁嗱，另一個問題咧，我記得印象好深刻嘅。Lisa 姐咧有一次咧就問我，佢話啊，即係雖然咧我真係好中意演藝事業，但我做得好辛苦。係、究竟點樣可以冇咁辛苦咧？咁有咩方法？咁我就話，即係其實咧，你專係揀實啲難嘅嘢嚟做，易嘅嘢又唔做。係咁啊，梗係辛苦啦。改個名啦，改個名你又做到㗎啦，你又舒服曬㗎啦。你叫 Lisa 做咩啫？你叫二 Lisa 啊嘛。你睇好似陳潔玲咁樣幾容易而家。系啊，唔系啊，你都好努力，好勤力嘅喎。總之做咩 Lisa 都唔好做難 Lisa 啦。咁樣，系咯 ，Lisa，Lisa， 你可以用個人生哲理都犀利。好嘢，阿唔怪之佢係你閨蜜。你係以 Lisa 都犀利，唔係。以 Lisa 同阿姐個交集又喺邊度嚟嘅咧？我相信是应该我哋做辉煌演唱会啊。唔系，我细细个听你唱噶啦。唔系，我细细个。當時有好多嗰啲 tea time 噶嘛，係咪？即係咁，我哋咪聽你唱歌啊！好多我聽過你好多歌。但我都睇你做戲啊，嗰陣時。係啦，一定啦。咁我哋大家惺惺相識啦。惺惺相識，絕對係。係啊。當然唔少得，仲有祖兒啦。啊，祖兒。我食過阿祖兒第一次煮嗰個咩飯啊 ？Risotto 啊，阿 Y 都有份食㗎。同埋我想講，我好難忘嘅一個經歷。你喺我你喺我嘅演藝生涯出現過嘅，係啊，就係、是、咧我有一年嘅一啲好大型嘅節目啦。咁其實阿姐自己已經好靚，佢要隔離嗰啲人都好似佢咁靚，就話：喂，祖兒，我覺得你咧呢件衫咧可以搶啲喎。咁呢個係即係作為女藝人咧，好少同隔離嗰個人咧咁講嘅。所以我覺得你呢一個嘅大家一齊靚咧，係好好令我感動咯。好多謝你咁錫我咯，多謝多謝，繼續咧，多謝。自愛、自強、自信係 Lisa 姐成功背後嘅信念。歌唱事業上 ，Lisa 姐憑住多首金曲獲頒多次白金唱片，喺2012年更加獲得樂壇貢獻榮譽大獎。咁所以我覺得攞呢個獎，我特別係有啲感動嘅。啊，多謝創世紀所有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。好感動啊！而喺演藝事業上 ，Lisa 姐實力非凡。多次獲得最佳女主角、最佳節目主持等殊榮，全家福禄寿，真係同佢三隻嘢合作得好開心，好奪得萬千光輝演藝人大獎，亦可謂實至名歸。能夠從顏乃鵬博士嘅手裏邊係攞到呢一個獎，才德兼備嘅 Lisa 盡心盡力為社會服務，多次得到各大院校嘅嘉許。今年佢更被香港演艺学院颁发荣誉博士嘅荣衔，难怪著名电视监制黄天林，天林叔曾经话提起汪阿姐，几乎个个都伸出大拇指，称佢为叻女。永远都系，永远都系咁样呢个样，同埋永远永远都系咁开心。祝阿姐入行五十周年，恭喜恭喜！阿姐入行五十周年，继续 good show。咁我而家喺度咧，就祝你继续努力响。这个行业里面做得更加好。政界你都热心的。我都做了人大和政协的前后是有三十年。嗯哼。哇。时间不少啊，真的。犀利啦。咁我都是即是一路学习啦。咁好在我啲即是那些团队那些朋友非常之劲。咁我其实都请教他们的其实。是吗是啊。阿田北俊他是我隔离房的。有什么事我敲门就问喂我这里怎么啊这个见解又怎么啊。是啦。高醫生咧，高醫生平時同阿姐係咩機會之下？我哋係逢牙妹啊！哦，大家都知道阿姐喺演藝界啊、粵劇啊、文化界啊，甚至政界嗰啲貢獻同埋工作。但係咧，醫療界咧一定要通知翻大家先。阿姐一直咧都係我哋香港逢牙妹嘅執行委員會嘅委員。係。咁所以佢唔止咧，就係話出席我哋一啲籌款嘅活動啊，做我哋代言人。實際上咧，佢真係嚟開會，同我哋討論啲會務點樣做嘅。咁所以我代表醫學界喺度得唔得？但係你當然可以代表，你梗可以代表扮下代表啦，代表醫學界同埋我哋防癌會啦。多謝阿姐咧咁關心我哋啲癌症嘅病人，多謝你。我係阿姐嘅忠實影迷，跟住好長嘅時間，咁直至到係。
大家一起做政協呢，才可以近距離咁樣感受到阿姐嗰啲威力。咁我要問一問 Lisa 啦，你咩都咁俾心機，點解呀？睇到仲咁後生㗎？我想这个真的因为工作是很推动我咯。我觉得我要有足够的精力即 去完成这些咯。大家都是信任我即是给我参与。我觉得我如果我不做好我已经是阻了个地球转了。是吗？我所以一定是继续跟大家一起去进行咯。越忙就越有推动力。他那种捞过界精神呢真是没得顶。他捞过界不得了。很多人想做政协很巴闭他做人大代表。这个呢就由范太来讲一讲。范太我想你和 Lisa 姐亦都是共事过啦。是啊，我們一起合作很久，我跟你合作很久，又林立會，哇，太多了。是啊，我們很多的最印象深呢就是我們當時回歸前要選個行政長官，我跟 Lisa 坐在隔離，我們兩個很多事情談的，還有她很多新的新鮮的想法，還有她想出來的那些 design 即設計是很漂亮的。不過我最欣賞 Lisa 呢，我今天要很清楚對著你講給你聽，你成日咧用啲好簡單嘅説話，好短咁講咗我哋香港人嘅心聲出嚟。哇！俾啲掌聲。啊，係啦。呢個正正我係一個直腸直肚嘅人，所以我都會即係照直講嘅。呢邊又有個老友喎，阿姐。顯意笑。係啦。即係你為香港粵劇咧，即係個貢獻咧，係好多人都唔知道。你喺入邊日日打電話俾我哋啲議員咧，我喺呢度咧，其實咧。我的外母90歲了，住在溫哥華，她就個個禮拜唱兩次粵曲，她就很欣賞你，我所以為所有的粵劇迷多謝你，你真的做了很多事。阿姐咧，即係跨好多個界別嘅嚇，咁啊，而家咧，我哋喺婦女界呢一台咧，不如請阿 Pansy 講下對阿姐有啲咩感想啊？我哋婦協一路嘅成長同埋發展咧，有一樣嘢必須要學識同埋知道嘅，就係當我哋有緊張事，一定要號召全香港的婦女來參加我們的活動來支持呢，如果沒有阿姐在這裡，我們呢就真的差很遠了，所以呢她是一呼百應，阿姐果然是可以有這個這樣的。阿姐是阿姐，阿姐是阿姐。林貝如家女士，我呢就很感激阿姐，因為有幾個大型的活動沒有阿姐就沒有那個活動了。你記不記得全國基督教大學50周年那時候，我哋要慶祝50周年，董建華、董伯伯都嚟主禮，你就嚟為我哋表演，完全免費，完全免費，即係講出去冇人信，個個都問我：，你要俾幾多錢啊，姐？我話冇啊，一個先都冇俾過喎，真係完全免費，因為阿姐就係阿姐，佢認為佢應該做嘅嘢。佢又唔收錢嘅，呢、這個就係光明泉對婦女嘅支持。嗰首歌係真係多謝你對婦女界嘅貢獻啊！係啊 ，salute to you。咁啊，跟住有請標公朱女士咧，同我哋分享一下。其實我係佢 fans 嚟嘅，其實你哋唔知道佢以前係做過話劇天啊，知唔知啊姐啊？唔單止係粵曲啦，或者係電視啦，當時佢做呢個樂林啦，哇！睇到我咧入曬迷嘅。所以我而家成日見親佢咧，我真係佢 fans。咁咩有阿姐嘅節目咧，我一定希望能夠出席。所以可以講咧，我真係好崇拜你，好敬佩你，敬業樂業。多謝校長支持，多謝。講起樂林咧，我嗰時喺政府已經做女政務官嘞噃。咁我哋嗰時又要爭取平等嘅權利。咁我點樣咧？諗下，外形都要嚇，即係稍為要加強一啲啦。咁我就梳咗你個樂林頭。咁我哋嗰時一齊就去見阿基達爵士，咁咧就3年內咧就爭取到啦，都係多謝你。Thank you。